明星故事会，我是大嘴。今天呢，咱不讲明星的故事，咱讲一讲情人节的传说，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那么相传呢，在西方罗马城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叫瓦伦丁，这个瓦伦丁犯了一个错，被关起来了。他犯了什么错呢？就是在教堂里给一对年轻的夫妇主持了婚礼。在那个时候，这个罗马城啊特别的严，只要犯了一丁点错就给你关到监狱。关到监狱来之后呢，这个狱长要亲自审问他。他出来之后啊，一看这个狱长审问自己，就去吧。一看狱长是一个非常年老的一个人，哎呀，长相非常的难看。但是临来的有一个姑娘站在他旁边，长得特别漂亮。你叫什么名？这个狱长就问他。瓦伦丁，你知罪吗？我没错，我知什么罪呀？回答的非常的阳光，非常的正气。就这正气把这旁边那姑娘打动了。这姑娘马上发出铜铃般的声音，哎呀，先生，您喜欢花吗？又问了这么一句。他一看这姑娘问他了，他立马心潮澎湃，哎呀，我喜欢花，小姐，我不但喜欢花，而且我热爱生活，热爱大自然。哎呦，这句话说的这姑娘一下也心潮澎湃，俩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了起来。旁边那老年的狱长一看这成何体统啊，给我关过来，就让狱卒把这小伙子瓦伦丁带走了。瓦伦丁就聊两句也没当回事儿。到晚上临吃饭的时候，狱卒送饭的时候，这姑娘来了，给他做了一些好吃的给他送了来。送来之后呢，俩人就在这儿聊起来了。这姑娘说呀，我从小就双目失明，我看不到外面的世界，别人也不愿意讲给我听。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帅气的男孩，我希望听听你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。哎呦，这个小伙子瓦伦丁特别惊讶，但是还是给他热情地讲解了起来。当时啊，正好是晚上，吃完晚饭之后，他就带着这个姑娘到后边这个刑场那个大院里边转悠去。上边是月光星星，下边是这个美丽的大自然。他就把这些东西全讲给这姑娘听，这姑娘听得津津有味，特别高兴。慢慢慢慢，两个人产生了感情。这姑娘就告诉他呀，他从小是因为什么什么得的这个双目失明这个病。但这小伙子呢，他有一点点医学知识，他就想啊，在祖大脑当中琢磨呀，有什么样的药，什么样的植物采出药来能够帮他治病。就在这大院里找啊找啊，两人哎还真找着了，这种植物时间久了就能治好他的病。两个人就偷偷摸摸的给这姑娘治病。这个年老这个狱长发现之后，就把这个瓦伦丁找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娶我家闺女？你一个罪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这小伙子说，哎呀，我想治好你女儿的病，我跟女儿是真心相爱的。那么这小伙子的虔诚和把他治眼的这个想法告诉了狱长之后，这年老的狱长啊一下就被打动了。行吧，慢慢的这个小女孩的病啊越来越好，慢慢的看见光了，看见轮廓了，她越来越好，这个小伙子的死期也越来越近。突然间有一天，一道命令打过来，这个小伙子犯的是死罪，立即执行。小伙子被狱卒押到了刑场。这个姑娘知道之后，两个人都哭了。当这个女孩的眼里流出泪水的时候，突然间这女孩的眼睛就好了，就能看见这个小伙子长什么模样。原来与我天天在一起的这小伙子长得如此的帅气，如此的阳光。哎呀，也看到他了，这小伙子也即将与他离去。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，但是谁也抗不过命令，这个小伙子瓦伦丁最后还是被执行了死刑。这个姑娘非常的抑郁，但是她号召所有的罗马城的人都要记住这一天，2月14号这一天。这姑娘没过多久也抑郁而死，人们把这两个相爱的人埋葬在了一起。后来罗马城的人们就把这个小伙子和这姑娘分开的这一天，也就是小伙子死的这一天，被称为瓦伦丁节，又叫做情人节。这一天是公元270年的
2月14号，这就是情人节的来历，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希望各位都能过一个美好的情人节。我是大嘴，明天聊。